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那么这个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12 mini。然后这12 mini 呢，有四个是64的，然后这边十个是128的。然后这些机器的定价呢，64的是一个999到1099。我们看一下，绿色这一个是一个999效率的。我们先给大家过一下啊，绿色这个，这个是整个机器里面最好的一个，电池最高的，边框非常亮，边框非常亮。然后屏幕的话，有一些小环，屏幕有个小环，这里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。它这个系统版本是一个15系统的，是一个15系统，然后15.21，这个机器是非常完美的。这个机器的话，价格就会高那么一点点。然后最便宜的999的呢，是这个红色的64，然后这些机器都是有锁，都是卡贴的64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么便宜，我们点开设置，然后通用。关于本机，它这边显示一个正品的 Apple 部件，就是换了一个正品屏，就是官方的一个正品屏。这个成色的话，反正还可以看一下，过一下。这里是有一个磕碰，这里，然后其他还好，这里是有点脏，这里有一个磕碰，然后的话就屏还挺好的，这个屏就只有一点点暗花，这里一点暗花，反正你不对着灯光看，你就这么看对吧？根本看不出来，就对着灯才明显。这个就是999的一个特价的，这个是827效率的红色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1099的，然后这个也是1099的，我们过一下成色吧，就过一下成色，成色都挺好。然后这个是一个93效率，剩下那这个是88效率，这个88效率的话也是一个15系统的，这两个屏都还可以，这个屏有点小暗花，这里都是有点小暗花，这两个都还可以。这两个是一个1099，这是64的，我们看一下128的，看128这边，128这边的话有分两堆，这一堆的话价格是1250的，这边是1299的。1250的话它电池就低一点，就是没有很高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绿色的，成色挺好，没有什么磕碰。屏幕的话有一个硬伤，这里有一个硬伤，没有暗化，暗化都没有。然后这个是1250，然后这个的话它就比较亮，这个一点划痕都没有，边框也是非常亮，这个也是非常亮的，这后盖也是很亮。这个就是那个1250的，然后这两个都是16系统的，没电了吗？这俩都是16系统的。然后剩下的呢，这个是1199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屏幕有点小花了，因为它这个屏幕有，然后它这个边框也有点小花，反正整体成色就有点小花了嘛，有点小花了就是1199就推一个特价的这个黑色，就是一个特价。剩下两个蓝色，都是1250，反正过一下成色，就过一下成色就行了。OK， 成色都 OK。这个86效率的，它那个1250是因为它屏幕有点小花。OK， 这边是一个1199到1250的一批，然后剩下的这些是1299的，我们看一下。1299的话，它这有95效率的，然后还有一个90效率，然后还有一个是92效率，92效率它是1280。1280，我们先看这个，因为它屏幕有点小花，所以是1280。这个屏幕有点小花，对着光线比较明显，然后正常用的话没影响，贴膜也可以覆盖。看这个边框也是比较亮。行，我们看一下剩下的一些90效率整体的话就整体它屏是亮的，我们看一下屏是亮的，然后也是15系统的，它这个整体就是后摄这里有点掉漆，然后边框是好的。我这个是15点几啊，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那个15.3系统的。OK， 然后这机器的话全部都是全员全好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剩下这些我们就过一下成色，看一下边框，有一些氧化痕迹，正常使用剂不明显，然后边框 OK 很亮。尾插的话在这个机器有点点掉漆，这里其他的都还好，这里有一个磕碰，然后看一下这边还可以。然后屏幕的话这个有点暗化，然后这个的话是有一点点硬伤，然后这个机器比较完美，这个比较完美 OK。 然后这机器的话反正就是都这样，机框的话都是一个全圆全好，然后它这个爱思也是一个全绿，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就是到手呢只需要配合卡贴去使用，其他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反正这机器的话因为定价就是有瑕疵呢，我就把价格定的稍微低那么一点点，然后没有瑕疵的就我们价格都统一定到一个标准，就是你们先到的可以先挑好的，就是成色比较好一点嘛，你们先到的就先拿好的嘛，对吧？
然后反正卖完了，也就没有了。十二 mini 的话就这么一点，就这么一批机器卖完了就没有了。OK， 那么主页详情可以找到一个联系方式，可以找到阿星，然后下单的话都是支持一个闲鱼交易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。